大家好，我是吕俊英医师。 COVID-19 病毒传染力强，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。提醒您，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，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。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，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。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，明显过敏反应，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肿痛、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，并告知曾接种 COVID-19 疫苗。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、戴口罩，避免群聚，并落实防疫措施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。中兵的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的当初很角色哦哦，真厉害！哦，你即摆看着讲哦，再写新高啊！哦，今仔又个大起啊，188点，嘿，你甲看，18000点徛条的啊啦！哦，啊，即摆大家才知影讲哦，安尼哦，赶紧哦，再来买股票哦。较上班啊，来去顶礼拜五，魏老师就跟你讲啊，哎，这月线、这支撑线，哦，啊，这安尼汇合瑞气的双重支撑，哦，啊，刷咧拉回就是爱买，计划面讲啊，这伊就是会再创新高，啊，即摆咱看到啊，互你验证啊，对不对？啊！甲你讲，爱买电子股，爱买电子股，哎，讲袂听，遮奇怪。顶礼拜五有无？我咧甲你讲电子股，迄五尾半过半月啦，啊，五伫遮安尼啦，哈，人拢咧创新高啊！啊，你遮电子股还佫伫遮五，我来甲你讲，后礼拜，咱咧讲的就是即礼拜。因为7月9号嘛，顶礼拜五嘛，就甲你讲要来挑战前高啊。话讲完，你来看，礼拜一就开始发动啊，礼拜二继续起，礼拜三嘞就连三涨啊，煞嘞今仔日嘞连四涨，水无？吼！鳄鱼老师，安尼甲你指点者，安尼吼有简单无？吼、哦，遮简单啊，唔免遮。但是如果将来无咧代志啦，来就是要赚赚啊啦，来就是要拼输赢啦，对无？你看到今仔日哇，安尼吐起咧，有无？我来讲嘛，五过半月啊，五一只，即马突破出去啊，要来挑战4月9号迄个高点啊，搁增超啊，即1.1%。哎，换一个就到啊！哦，啊，你得爱看伊过，啊，你再来考虑讲啊，买不买哦？没福气啦！我来跟你讲嘛，得电子股一定起，为什么？你甲看这個，你就知影答案了嘛。美国的 Nasdaq 得屡创新高，那是7月7号的资料呢，顶礼拜的资料呢。所以讲，我这肯定就跟你讲哦，电子股一定会起。啊，再话讲完，安尼连起四天，要知哦，你就听我鳄鱼老师讲哦，卖去计较。你看看哦，这礼拜对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我跟你点名的个股咧，拢现买现涨停。无你甲你啦，唔阿伯啊，唔免啰嗦啦。啊来就是要赢，来就是要赚啊。
国贴唔阿伯啊，哎，上班啊啦，来来来，你甲看哦，7月12号礼拜一，我鳄鱼老师甲你报啥？报反甲，人客，我无甲你失礼啊，啊礼拜一啊，甲你报反甲一支啊，很不很涨停有哦，刷咧咧，礼拜二，7月13号，甲你报啥？报点四。唔免啰嗦啦，直接就是予你看答案啦。又搁现买现涨停，啊无要小等，啊无要拉回，买完就冲啊，就一路冲啊，对不？这是拜二哦，再来来来看拜三，智新，7月14号，来，赶快。很不很涨停，有无？刷咧咧，今仔日，互你调节一下，安尼29块啊，互你隔日冲，安尼超过12%，安尼有爽无？小连线哦，对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今仔日礼拜四，照常，很不很涨停。唔免啰嗦，买甲卖尔，昨昏就甲你讲嘛，你著对我鳄鱼老师来，遮简单咧，你甲扫描 QR code 就对你赢，有无？今仔7月15号，就甲你讲哦，就是要赢。我甲你推荐的个股咧，做你放心啦。大家将心比心嘛，我爱知影讲什么股票吼会起，什么股票会飙，我再报你知，报你买，报你赚。网家，今仔日8044网家，人客，你甲看卖吼，咱9:9，9:9哦，这是今仔日哦，7月15号礼拜四哦，对不？8044网家价量齐扬，建议121敢买进，121哦，9:9哦，好来，你甲看。那当时分时价量表，这是不是9:9？当时的价位多少？121嘛，没抓好嘛，对不对？这会当让你对的啊，哎，是不是9:9？是不是121？对不对？人客，不免5分钟。直接冲去，唔免5分钟。这，咱首先甲会员拜托一下。好，你若收到鳄鱼老师的会员，这个讯息啦，卖讲大家拢用市价啦，你用市价就冲到安尼啦，对不？小准则阿哩啦，我鳄鱼老师哦，唔是叫你市价买进啦，人家你有看啦。哦，咱有定价伫遮，啊，毋是啊，咱遮个会员啊，迄大家咧比熊个啊，比紧个，迄我无法度吼，嘿，我头拄仔嘛，互你看哦，9:1，迄当时个价位是伫遮哦，一哦一哦，对不对？即无掠好啊，啊，问题是安尼啊，啊，会员收到信息啊，就是安尼啊，5分钟尔。涨停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哼，我无法度控制会员讲，咱就甲叫伊定价，啊，伊要落试价单，啊，要试价单就变安尼，都免5分钟，啊，涨停，啊，涨停怎么办？嗯，啊，就流仓啊。咱建议的是121啦，哦，当然你试价买进，我唔知影你调什么价位啦，收盘涨停啦，128。对不？安尼讲起来，我嘛无甲你失礼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我来讲嘛，咱建的个股啊，爱有这个标准，成交值爱2亿以上，股本爱30亿以下，财报爱一级棒诶，再来爱有资券诶，过来都爱100块以上诶，
你会感觉讲，老师啊，遐侪支股票拢有当冲啊，为什么都爱经历100块以上的？我来甲你讲，甲游戏规则有关系啦，因为证交所有规定啦。哦，50块以下的跳动点是0.05元，哦啊，100块到50块之间的呢，伊的跳动点是0.1元，哦，过来100块到500块这个之间的跳动点是0.5元，啊，咱就甲计算啊。咱当冲有成本啊，哦，就是讲证交税减半啦，吼，手续费有优惠啦，加算算的成本是0.4%，0.4%，啊，你若经100块的个股咧，一个跳动点是5角，哎，啊，那个算算一个跳动点就过关啊，对不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不？所以为什么讲二一老师爱经100块以上的，哎，来做当冲？比较容易达成成功，是不是？我来讲啊，像这样呢，八通火海安尼啊，哎、欸，一个跳动点够成本了，只要五角哦，就可以哈、哦，哎、欸，打平成本哦。啊，那加跳的拢加赚的哦，是不是？我讲嘛，咱咧建的股票吼、哦，是爱吼、哦、基本面的，人客，你甲看网家。伊这个五穷六绝，5月、6月，你甲注意看，哎、欸，一直啊挑战新高呢。所以嘛，你就感觉讲，哦，原来哦，老师啊，你建的股票共识就是这么高。所以我就讲嘛，对拜一、拜二、拜三，今仔日拜四，甲你推荐的股票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就安尼现买现涨停？安尼你即马见真章啊未？啊，这敢需要内线？唔免嘛，只要你功课呐较骨来做的吼，你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啊，明仔载拜五啊咧，啊，电子股会够继续起无？我来甲你讲，绝对够继续起。为什么？因为电子股还没创新高之前啊，做你买就较安心啦。但是未使乌白买啦，就我讲的啦，这五大要项啦，你要了解为什么我要设定这个条件，较好练啦，知影无？所以我讲嘛吼，咱这吼对的方式啦。咱那个继续坚持来做，你安尼就会使做专家。做来赢的方法呢？咱就继续个坚持落去，安尼就当做赢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安尼继续个赢落去，明仔在拜五，就这支啊，就这支啊，无单人，无拉回，啊，都要直攻涨停，啊，你若要冲的，麻烦你较紧的，哦。扫描 QR code， 明仔载对我来，予你挖苦的，你来看卖啊，无闹鬼的呢。对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甲你建议的股票无啰嗦的，逐支就是现买现涨停，拜一反甲，人家有啰嗦吗？无等人，无拉回啊！伊就是要涨停啊！刷咧来，拜二点四，嘛是啊，到要拉回，到要等人，无涨停啊！刷咧咧，咱讲拜三自新，嘛是同款啊！刚好就在最低点的转折的所在。买完就冲啊！涨停，刷咧咧。今仔日王家，对不？无啰嗦啦，5分钟啦。对我讲啊，啊，都会员即马知影讲二一老师吼、哦，这个当冲太厉害。嘿，恁做嘛？我若搁定价伫遐吼，啊，未成交吼，啊，就送别人伫送啊。
啊，伊即摆就收到信号，伊就收到迄信息啊，就马上就拢大家用四只敲落去啊，都免五分钟啊，就涨停了。我正经我无法度吼，刷入明仔载同款啊，无等人无拉回啊，要只讲涨停的啊，一支。我即摆报你知，哦啊，咱禁止咱遮的助理人员吼，事先甲咱遮的观众朋友偷报，对，包括咱家己的会员嘛未使报哩。嘿，二一老师明仔载要敲多一支，嘿，做定啦。明仔载咱再来吼，等二一老师现实化的一支时阵哦，再做定就好啦，卖偷食波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二一老师的口袋名单哦，吼，即摆哦，市场哦，吼，足兴趣的啦。来来来来，搁刷来那个看其他的当冲呢，来，聚集四块半。还 OK 啦，哦，你收盘啊，甲冲掉的吼，四块半本来想要流仓啦，啊，想讲啊，好啦，啊，着咱的会员爱当冲，爱当冲就你去冲，明仔载我搁找新的就好啊，对不？反正啊，我二一老师的口袋名单，要符合这个标准呢，五大要件呢，加百支尔啦，唔是讲满满是啦。做久来你就知道说，二一老师今天是有个大概啦，会叫多一支啦。我就说嘛，因为咱锁定的是绝对一级棒的股票，对吧？那个共识较悬，要达到说安尼现买现涨停的吼，那种的速度较紧啦。市场有志一同的一个情况哦，就像今天是往家呢，吼，出这里啊，都免五分钟嘞就涨停啦，对吧？来来，搁刷嘞，来看咱特别会员的四创也不错啦，啊，卖了伤早啦，知影讲伊要扭尾盘，我二位老师人就土地实实在在啊，我也未偷斤减两，也未加油添醋啊，啊，就赚四块就赚四块呗，对唔？我来，咱这总统会员呢，景德六块，来也都还好啦，刷嘞，来普瑞。好，咱这安尼连线做的呢。啊，我唔知影讲阿普瑞今仔日哦，欠呱呱啦，咱都免半点钟就甲赚四十块起来啊！啊，免来知影讲买盘哇，愈突愈悬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有赚就好啦，嘿啊！哦，安尼免半点钟，一张就甲赚四万啊！安尼赚着才爽的无？你干那甲看，吼、哦！刚才咱清代七月份，吼、哦，咱拢锁定的哦，迄个千外块的安尼啊，吼、哦，观众朋友，你较认真甲看的，你认真甲看的，来来，过下咱啊，出个我来甲扫描一下，安尼从头到尾，七月一号到今仔日七月十五号，都 only one 了一笔，了这个切伊一笔四星安尼，了八块。刷嘞嘞，逐支赢的，尤其咱锁定的这样千几块的啦，千几块哟、哦，好做，单面落济，就一张一张来就好。你安尼妥妥安尼甲赢起来偌济，451，安尼什么意思啊？今仔日对初一甲十五。半个月啦，安尼就是一张一张做，会使赢451,000块。因为一张个一张股票咧1,000股，你得爱甲乘以1,000，知影无？安尼就451,000块。即只月中尔呢，还有下半个月呢，啊，你若简单甲乘以2咧，我勒爆死啊你呀！这个的二位老师的会费哦，拢有走啊啦，拢中遮济啊啦。啊，唔是讲啊，这个月遮厉害啊，观众朋友啊，哦，二位老师厉害遮久啊呢。来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六月份，偷偷赢偌济，一张一张做吼，54,300。啊，这五月份。
这五月份赢偌济？998,000。我简单问你啦，你安奈对我做当冲，有比做破单的较敖赢无？绝对啦，变贵啊啦！那就予你所看安尼啦。今仔日啦，普瑞嘛，对不？拢1,000块以上的啊！安尼当冲安尼唔免半点钟啊，现赚40,000啊！哎、啊，昨昏嘛是普瑞啊，同款啊，照赚你40,000啊，对不？啊，13号迄当时做利旺啊，哎、欸，赚55块啊，抓咧咧。12号拜一的时阵，嘛是做利旺啊，赚45块啊，过来咧。顶礼拜五做易经光啊，赚24块啊，过来咧。7月8号，搁做利旺，哎，100块这一头，哎，安尼一张就赚10万啊，一张就赚10万啊，哎，足紧的来，刷咧。7月7号，对不？嘛是做利旺，哎，安尼这个赚3万。哦，过来享受15块，哎、欸，啊，赢就赢，输就输哈、哦。来，天意7月5号，安尼赢20块，来享受嘞，过来安尼90块。到这个唯一了钱的，就干那这笔4星8块。所以我才带予你看安尼，7月份。偷偷落来451,000块，安尼爽无？这爽的啦！任何请看明啊，若要做当冲对我来，尤其即马在当冲热啦，吼、哦，干那上市一边哦，每天呐、啊、超过48%，等于要一半呢，这个成交量是当冲量呢。你甲看，伊今仔日4,549亿，你若搁甲加吼，上过迄边的当冲，安尼加起来差不多超过一半以上。这个量是拢当冲量哦，差不多有2,500亿哦。今仔日，所以讲将近一半的成交量拢伫当冲，你认为咧？当冲敢有好赢？和你拼来拼去，欸、你就知影功夫底啊，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嘛，对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咱这礼拜哦，甲你所报的个股哦，拢现不现涨停哦，明仔载换一支哦，无单人无拉回直冲涨停，安尼现买和你现送，有兴趣的来扫描 QR code， 我们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全民防疫大作战，共体时间，共度难关。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。作战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Life。直播 ，l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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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
人体啊，无漏开的啦，现讲现起啦。顶礼拜五，就甲你讲电子股要启动啊，赶紧，你甲看，公园连起四天啊啦，人体，这四天二一老师甲你报的股票，逐支就是现买现涨停，拜反甲，人体，现买现涨停。拜二来给你报名这个电视，现买现涨停。再来拜三来给你报自新，也是现买现涨停。再来呢，拜四就是今仔日给你报网家，唔免五分钟，直攻涨停。再来呢，啊明仔载啊，要赚的就请你赶紧吼。美国高科技股在带路，人在创新高，咱台湾电子股还没创新高哦。所以讲，这支股票无单人，无拉回，要直攻涨停，就甲今仔日的网家同款。请你好好把握，这个大好赚钱的机会。扫描 QR code， 明仔载就对二一老师来，很买很涨停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